这是现宰的羊啊，然后嘎点鲜肉，现嘎现下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胡海滨，今天来到山东菏泽单县，带大家喝一个单县羊汤。听说大爷干了44年了，200年的传承，厉害。这一进屋就看到这块挂着一头羊啊，这个羊挺大。大爷，这是什么羊啊？这么大个？山羊。山羊啊。对。这一个得有多少斤山羊？一个70多斤。70多斤的啊，这个够大了啊。嗯、啊，咱们单县这边这个羊汤，基本都是这个大锅煮肉是吧？大锅煮肉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汤很白啊！哇塞。哦，这一块一块的啊。对对，都是大海上好好煮。哦。现在是卖什么价格？这个羊现在20的21碗。啊、哦，21碗。那要是按斤称的话，多少钱一斤？对，斤一块100一。100一斤。哦。大爷，您干多少年了？这个羊汤？我干了4年了。10年了。40年。40年。对。哦。那咱单县这边的羊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呢？就是。200年嘛，200年历史。对，200年。中国羊汤看山东，山东羊汤看单县，但单县羊汤看哪里？那看到吴老贵羊汤。啊，看吴老贵啊。对。啊，大爷，您叫吴老贵是吧？对。啊，40多年的这个老手艺了。那是从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干了。7、8年。7、8年。7、8年那会儿，那个能单干吗？那不许单干，那在单位上班干的。那个时候在大队上班干的。哎，哦哦，那会儿就有羊汤啊。大爷，这一锅要煮多长时间？这个羊汤？这一锅早晨得2个小时做出来汤。啊，下边是骨头，上边是肉。对对。啊，这是现宰的羊啊，然后嘎点鲜肉，现嘎现下。哎呀，这一块肉啊看着就香，新鲜羊肉。我的天，大爷，您最忙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只羊？最多卖过两只羊，两只半。对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你平常得卖2只半。哦，平常2只半。哎，那忙的时候�卖多少？平常得卖到3只。平常能卖3，忙的时候能卖3只。哎，忙能卖3只。哦，看看啊，哎呀，这个浓浓的汤这么白啊，就是这么白。他们有没有说咱这里边放那个什么科技鱼狠活的吗？没有，我这个不，你的科技没有啊。这是纯熬出来的是吧？哎，真材实料。对。哦，哎呀，这是羊排，看着就香啊，肥瘦相间。我的天！大爷，我听说您上过电视还？上过。上过哪个台？中央七台。啊。中央2台。啊。今年6月份电影频道评成功，中央6台。哦，啊，电影频道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那个是材料。啊、哦，大料。现在的样子是喝到嘴里口干。Thank you.
点赞。